比零，我们红队以一分暂时领先哦。我们蓝队同学要好好把握机会哦，你们现在才拿了一分哦。好，第二回合请开始。观众好像同队蓝队视角哈，但是比数来继续的一比一，平手的状态，到底蓝队会得到第二分呢？来，第三回合请开始。Yeah.